表情。二，第二个小表情打招呼，嘿，来，嘿，然后小朋友说，嘿，是这样子的，那你就要他要求他怎么去做啊？准备好，开始跟做。来，小手摸到自己的，这是哪里？这是自己的苹果肌，对不对？很好。然后这是自己的嘴角，你可以摸到嘴角啊，把手全部给我拿出来啊，然后跟着我一起做这个表情，因为小朋友都要练的啊。好，然后现在呢，所有老师把你的手拿出来啊，来先摸到我们的苹果肌，哎，摸到我们的苹果肌，然后手摸到我们的嘴角，小朋友照镜子的时候是能摸到嘴角的。来，我们笑一个，你要感觉到你的苹果肌和你的嘴角向上走，向上走啊，向上走，然后来跟自己打个招呼，嘿。好，大家能不能看到我的表情？能看到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第二个表情，这个是表示开心和友好的表情啊，打招呼，嘿。什么时候我们会打招呼？你对面看到裁判了，对不对？嘿，嘿，看到裁判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跟他打个招呼，所以我需要他在嘿的时候把嘴巴记住啊，所有的都要留住表情，因为学生他会自然的收回来，嘿，没了，我需要你的嘿留在这儿。